Hello， 道奇，那我们今天就来这样播打荒野乱斗啦。今天一开路的时候，马上就看到传奇的星星啦。那我们再看一下，究竟会是啥咪东西？喂 ，Calm down, everyone！ 哇，我有星星哦，原来我现在才拿到它哦。哇，哎、欸，我已经几百万年没抽到这个新，就是从这边抽到这个新角色了耶！哇，太爽了，太爽了，居然抽到了沙漠王戟呀、啊，各位！好，那今天的话应该就是要来玩我们这边的是沙漠王戟啦，各位。我之前开传说的星星好像也没有就是开到角色耶，那所以这一次真的算是挺爽的哦，没有问题。那我们今天就开一下我们的沙漠王子的这个游玩快乐之旅啊，我看一下沙漠王子在哪里哦。沙漠王子的话，就是他开大招会让大家都隐身啦，对不对？我记得是那一只，然后就是看起来很想睡觉、很想睡觉的这个沙漠王子哦，对不对？这个沙迪，没问题。沙迪偶尔会从这个沉睡状态中苏醒，这时会试着帮他的姐姐塔拉哦。哦，他姐姐是塔拉哎，一起打理商店，但没过多久他就会又睡着了这样子哦。好，他第一招普通攻击是飞扎走时，沙迪向这个敌人丢出一把锋利具且具穿透性的这个沙粒，痛痛痛，然后再来是这个超级技能。沙尘迷踪，沙迪召唤一个持续9秒的沙尘暴，隐藏范围内的这个队友的这个行踪哦，没问题，那我们就直接沙迪给他走起哦，反正现在来说应该是电脑厂啦，我们现在这个杯数是有够少的，应该是猫有问题。来来来来来，来了各位，哟呼，走起！哦，还是这样喷的啊，各位，谢谢，谢谢你帮我吃。哎呦，这边的话两个，看一下他们逛船啊，可以，哇，那这个。沙迪的话，我自己应该也是蛮喜欢的啊，因为他这个给打的这个范围也是挺大的，很爽哎。对，我这是电脑厂啊，所以应该是轻松爽杀。Gap time。好了啦，好了啦，电脑。舒服。那大招就是一个超大范围的这个隐匿的这个地方。哎，什么意思？他把自己给炸死了。这电脑厂就是长这样啊，大家都会把自己给炸死，就无缘无故电脑就死光了这样子哦。好，再来是我们的这个矿山啊，先一样把这个币给它拿一拿。虽然我这几天都蛮偷懒的，没有全部拿完了，因为我已经拿到一个最酷炫的这个造型了，我自己是很喜欢，所以就不管它了这样子，哈哈哈，完全不管它。来，我们来看一下喽，各位，哟呼 ，I guess I have to do stuff。沙迪，而且他这个范围攻击是蛮大的、欸，说真的，你们看，那攻击是很大的、欸。完了，哇，这电脑们还会杀人啊！我的天，可以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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，呜呼！然后这边先吃个宝石，所以最重要的还是我们这个矿石啊。哦，电脑战 A， 电脑战 A 环节。呦呼！呦呼！电脑战 A 环节啊，哦，可以哦。喷一，喷一，喷二，一二，可以哦。九，隐身。隐身感觉电脑就是完全看不到我们的感觉，哈哈。哎，电脑都知道我们在哪里，然后他就会刻意避开啊，对不对？因为毕竟是电脑嘛，他要让大家有一个好的体验，感觉好像就是这样。Have a good time， 撒尤娜娜，哎呦呀呀，顺利解决，舒服舒服，沙迪可以哦。然后再来是这个据点争夺战。然后上次看大家留言啊，听说好像就是比较上位的一些分数局，好像都不会再用假机了，是不是？大家就是假机不喜欢了，是不是？听说啦，好不好？对啊，听说观众都是这样讲的。好，来各位，我们来看一下啊、哦，狂睡猛睡，各位。好，先把左边这边拿掉、哦，因为我不是玩假机，所以我应该就不去那边搞，不行，还是要搞。哎
是要搞，还是要搞。啊！居然是我先死，但是我们这边应该两个人固在那边应该蛮快的，会比他们快哦。哎，没有吗？没有比他们快吗？有吧？隐身。哎呦，他刚刚那个雅雅那个墙壁困到我啦！哎呦，专困自己人啊，雅雅，他们专门困自己人的。隐身，其实我觉得他隐身真的是挺舒服的，你知道吗？就整个范围的人都不会就是知道你在哪里，要靠近才会发现的。再隐。哦，他们已经拿完了耶，没关系，我们这边也要拿完了，交给我们各位，准备把他们给集祭了哦 ，nice nice， 嘿嘿，有喽有喽，有喽有喽，杀敌，然后再来是这个乱斗足球也看看好了。那我们这样乱斗足球沙尘暴下去的话，那个拿足球的人还是会被看到吗？这个好像就不太知道了。来来来，让我们看看。那不是听到打哈欠，我也开始想要打哈欠了呀！别闹啊，沙迪！有，哇，他们没有门，他们没有门。哇！我差一点走进去了，完了！啊，好可惜哦，他们开了一个大招啊，各位。他都没开那个大招的话，我们应该还有机会的。应该有机会可以进了一球的。哦哦哦！隐身！哦哦，他隐身过去了。Nice。还是得要靠队友啊，各位，速度到不行！哎呀，快走快走快走！好险哦！哇，好险好险！哎，我今天真的还蛮想玩莉莉的，感觉莉莉真的是很好玩的感觉。足球模式可以哦，哦，神话，哇，今天开到神话，然后又开到这个武装配件，但我记得我好像本来就有了，好。乱斗舞台了，完美无缺，各位，哟，来啦，各位，呜呼 ！I guess I have to do stuff。这种模式哦，真的是哦，单挑模式。我想说奇怪，我的队友怎么都没跟上啊？哼，因为。我没有队友，我只有我自己啊！哦，他完了，嘿、欸、嘿，你没了，你没了啦，哈哈。Sandstorm。啊，完了，哇，不行哎、欸，艾德加没办法哎、欸。好，我们要那个这个了。嘿嘿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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，有哦，各位，哎呦，嗯，啊人嘞，哎、欸，人嘞。哈哈哈哈，没有问题的啦，姑耶，各位还行呢，各位完美完美，最后一个极限淘汰赛，嘿嘿，完美完美完美，我呱呱，完美完美，可以可以，来啦，各位。So tired. So tired. 不过我们这个，因为我们这杯数比较低啊，所以遇到可能也是没有哎、欸。刚刚那应该没有影响，这个就有影响了。
这个就真的是电脑了，没什么好说的。哎呦，对，这绝对是电脑了，这他们动作就是这么的嗨啊。但不知道我们队友是不是啊？如果我们队友是的话，那就不好说了。但看起来不是哦。有喽有喽，走起走起，可以可以。我是不是都太冲了呀？我要退后一点点。哇，他们的这个，哼，就有不杀之恩呢，各位。对啊，他们都不杀我的啊。耶，舒服，完美结束。好，那我们今天的话，第一颗这个传奇之星就开到这个传说宝箱啦。那抽到了一个啊，我们这边没有抽到过的这个沙迪。那你觉得沙迪厉不厉害呢？也可以跟这边分享一下了，好不好？哎，很久没有抽到新角色了，今天开爽啦！